场，所以今天他们也借这个机会呢来现场做一个造势的活动。看来他们的乐器呢还是玩得比棒球更好一些啦。我觉得五月天他其实算回家，因为他在十多年前他就已经在参加中职的活动了，然后十多年前十多年后五月天也长大了，那我也要下课了，那其实他们里面也有象迷嘛，那他们是就是象迷来象队的主场为象队唱歌，其实很合理吧。那我身为球队老大哥可以邀请到他们为象迷或者是陈泰球迷献上一些歌来祝福陈泰球迷也合理啦，对，那很感谢他们。五月天也长大了，然后我也长大了，我要下课这样，然后他们送我这些歌，送大家这些歌曲，大家聚在一起这样子开开心心的欢送我觉得很棒，对。